你知道嗎?你說得來。是。正那個是我的。哦,梁之前幫你拆的話?我不是偷的。幫幫忙吧。怎樣幫啊?我想再抽多張。這個是你的,可能很棒的,你不知道。這個是。 唔可以你頭先抽咗一個。哎呀,你頭先抽咗大料你。你本身有大獎,我就等住香港邊個姨媽的。大獎天嘛。哇,大獎你啊。發牌手啦,可以。咩你,你最大住的那個羅生嘛。我想,我想。喂,唔可以。唔可以咁樣㗎啦,你守規則㗎嘛。你自己咩㗎?等等等。好,咩㗎?快到啦。啊? 道歉。這個是一塊發泡膠來的。玩意啊,丟進去就出來。嗯,沒有給你。什麼來的?什麼來的?打開。會不會是一個杯來的?發泡膠,發泡膠磚來的。哦,好吃了,好吃了。等等等等,是什麼來的?梁俊熙,你的份量嗎? 哇,是公仔來的?哦,水晶球。哇,水晶球,很漂亮。好,拍照,拍照。梁俊熙,拿著拍照。好,拍照。